去个地图。刚才那个大哥问我说，你有啥东西需要存吗？我说没有，我就这一个包。给这边吓坏了，他说一般欧洲人都好几个包，你咋就一个呢？我说我就住在布达佩斯住。他说啊，这边很多野猫啊，我作为猫的使者，我觉得应该摸摸他。他让我摸不？他那里喵喵喵，你说这猫多乖，这猫，不让摸，不让摸吗你？不让摸也得摸你，不让摸也得摸你，那我是爱猫之人呢，我是爱猫之人，哎呀。现在我研究一下地图啊，研究一下地图，然后就准备出发了。